听说你要离开，我们都很遗憾。只有伟大的神灵知道何时会再见。谢谢你们这些天的招待。我们很感谢你为我们带来伟大的神灵的信息。愿你将神灵的信息永远珍藏在心中，他将会帮助你克服困难。我们知道，保家康帝，我们很感激你能够来见我们。是的，保家康帝，非常感谢。我们的内心又一次燃起了希望。愿伟大的神灵守护你们。酋长议会挑选了这些年轻的战士来保护你，他们将代表我们的人民。你们的帮助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我们的心意将永远和你们同在，希望信息传播得越远越好。请带着伊尔吧，他来自于一片驯鹿奔跑的大湖岸边，是一位勇敢的战士。能够跟随保家康帝是我此生的荣耀。这位叫做努伊，你好。他非常的勇敢，一定能够帮上你很大的忙。他是我的侄子，是部落中最优秀的雪地驾驶保家康帝。谢谢。真希望他不会像默克那样总在吹捧自己。如果不是附近有这么多人围着，我就会让你吞回刚说的话，算你走运。穆提利克，他来自于东方的一座大岛，也是我们特地选来保护你的最后一位勇士。你们和他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，他一直在我们这里积极地推广和平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。欢迎你。我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你，你的任务是我的使命。啊，没错，没错，说得太对了。你们听他说话的方式，你的任务是我的使命，而我的也是你的。够了，黄狼，你根本是在胡说八道。现在还是动动你的脑子，找出鹰飞到哪里去了吧。再见，我的朋友们，再见。愿伟大的神明永远与你同在。再见，大家康帝，保重，多保重。耶啊！我钓到鱼了。我们来到一个物产相当富饶的地区。汤上好了。月亮就和太阳一样美丽。是的，西部的月亮似乎更加皎洁明亮。什么吗？他回来和神圣的动物们见面，他们今晚就能赶上我们的脚步。有了他们的守护，我们就安心多了。
通常动物们都不在的时候，我们才安全。你想让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是吗？是的。小心啊！这条河上全是树干。往旁边避开木头！有人试图击沉我们。看，是库钦族的战士，快点掉头，让独木舟顺着水流，那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。大家加油，划到那个港湾。眼睛都睁大一点。你的肩没事吧？还好，箭头只是擦过而已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当然得追捕库钦族人。等着，我马上回来。莫克和我去侦查，你留下来保护保家康帝。没必要这么做，我可以保护自己。我知道你能保护自己，但别忘了还有独木舟，有人会偷走他们的。哦。他们一定不会想到会有人从后方攻击，快点，我们追！小心点儿！啊，他们过来了！计划能有作用。来了多少人？这也太多了吧！保家康帝，他们从四面逼近了，我们得找地方躲起来。不，我要和你们一起面对。看你们的了。看，他们都逃跑了。我们要确保他们不会再回来。我们得回到河岸那里，看看保家康帝和霍平豪他们两个现在究竟怎么样了。希望库钦族没有找到那里去。对，快点，我们几个必须尽早赶回去。我们又一次被神圣的动物们拯救了。保家康帝，霍平豪，赶快回答我，你们在哪里？你们没事吧？莫克，莫克，你还好吗？放心，我们赢了。吓我一跳！只要你的墨西哥战士还一直守护着你，你就会有惊无险，安然无恙的。这玩笑可真不错，但如果你真的受伤了呢？我们知道他在开玩笑。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吓唬我。
黑黄狼，你用不着担心，不是库钦族，是克里人，是我的族人。 欢迎你和你的同伴保加康帝，我是库吉，是这里的酋长。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们收到了来自东部部落的消息，知道你即将到来。我们原能更早抵达的，但在路上遇到了麻烦。这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聚集这一区所有的部落一起来欢迎你。你做得非常好，恭喜你了。如果你们准备好了，我会陪你们到村子里和其他酋长碰面。 灵感一定是来自伟大的神灵。所有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手都非常巧，擅长雕刻以及制作装饰品。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工艺。啊！看来你也很欣赏我们的服装。自古以来，我们的妇女都对他们的针线活非常的自豪。你们部落的人似乎都才华横溢啊！ 你们在帕奇拉庆典期间还会看到我们更多的工艺，而今晚将会为你举办一场盛会。我想你们大老远过来这里，肯定又饿又累。这房子里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。谢谢你，酋长。 神灵鼓动这么多人来参加这次聚会。 到底有多少个部落居住在这片区域？伟大的神灵对这片土地一直很慷慨，这一区差不多有30个部落。30个部落，真是惊人啊！这块土地提供的一切足以让我们富足生活。在冬天，我们也有充足的食物，我们捕捉鲑鱼、鲟鱼、鳗鱼，我们的独木舟坚固到足以穿过大湖。难道你们这里也捕鲸吗？ 捕鲸是萨利西人、麦卡人和努恰努斯人的特长，我敢打赌，他们用那些有彩绘鸟的大型独木舟，我们称呼它为捕鲸船。
我真想和他们一起去捕鲸。看来你们当中有一位是渔夫。是的，那是他的专长。那他来的时机真是凑巧，因为就在明天举行的庆典里将会有独木舟队的比赛。庆典期间还有什么其他活动？你们看那里，那是图腾柱雕刻比赛。为了庆祝你大驾光临，最好的图腾柱将被安置在村子的正中。啊！明天的庆典里将会有很多比赛活动。就拿这些妇女来说吧，他们齐尔卡特人正在比赛，究竟谁的毯子最好？而最好的毯子将会献给你。真是太感谢了，我想去看看他们是怎么选的。他们一定会非常高兴的。在你去看毯子前，保加康帝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听听酋长们想说什么？你有时候该注意自己说的话，真宇。怎么了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不，真宇说的没错。去见其他酋长吧。我想这不算什么问题，因为他们都在这里，你可以和他们每一个人谈话。真的很高兴见到你。特林吉特人居住在遥远的北方，有些住在大陆，有些住在沿海岛屿。我们族人也非常懂得善用自己的双手。你们的女人还在下嘴唇穿环吗？是的，她们都很漂亮，而且我们土地也很肥沃。另外，特林吉特人也是相当高明的舞者。你们快看那边。海达人的双手也非常灵巧，不仅雕刻木材，还有石板。我们的独木舟以速度闻名，我们会跨湖长途旅行，去阳光全年普照的岛屿，那里的大山冒出的火焰一路流向大海。他说的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呀？好好听着。你想去那里吗，保加康帝？你真热情，那一定会是个美好的旅程，但我恐怕没时间去。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我们可以带你去那儿，速度快到超乎你想象。啊，我们是库瓦库族，我们的族人特别注重我们的外观，我们的发型从出生就是这样的，很好笑，对吧？啊！我们也很为我们的图腾柱和雕刻品自豪，他们诉说着我们一族的故事，以及我们的宗教庆典舞蹈。拜托，赶快说完吧，后面还有26个部落呢。闭嘴！你什么时候才能有点礼貌？我希望你能看到我们库瓦库人的实力和能力。明天他们将要挑战其他的部落。比赛真正的冠军，没有你的话，我们的海达勇士是永远赢不了的。酋长，你给予的赞美真是太让我感动了。保加康帝，你现在对我有什么看法呀？真棒，你是独一无二的，莫克。我想成为你心中最棒的那一个。可惜不是所有部落的男子
都拥有和你一样优秀的体质。如果你再称赞我的优点的话，我就要开始得意忘形了。我可能会乐到头昏脑胀，骄傲到脑袋爆炸，再也看不到你爱笑的眼睛了。